国语有声善书。南天虚元堂善书禅主著仙佛为六祖慧能禅师。六祖慧能禅师降，盛世无今日降著禅。第十五章无所著禅。人之思想、情绪、情感，以至于生活的全部内容，无不从心里头反射出来的。所以禅家说万法唯心，也就是必须透过自信，才能使心宁静、平衡，发出光明、积极之智慧。禅不是守空修定，禅是能从定境清醒中发挥，它可使在生活中表现和谐，突破一切之愚迷与障碍，流露出纯真的生活态度，从种种之虚幻与执着中走出来，应无所住而生心，是说能从真诚中打破一切虚幻与执着，让心灵自由发挥生命的智慧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精义，即是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自性是纯净的，无需再追求什么；自性是一切具足的，无需再添加什么；自性是平衡不动摇的，无需再攀援什么；自性是能生万法，具有无量的潜能与创造力，无需再造作什么。所以说，自性是上圣的智慧也。现代之人所欠缺的是六合：身合、口合、意合、戒合、见合与力合。身合即本身之素行，口合即是口德之修养，意合即是目标思想，戒合即是工作的习惯与态度，见合即是成见的问题，力合即是有福同享之观念。如果有此六合，就没有贪婪、成见、偏见以及我见，可有理想的成就也。一切般若智慧都是由自性生来，非从外入，这应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最好注解也。六祖慧能禅师降，盛世无今日降著禅。第十六章净喜无名。人之所以讨好别人，且喜好钻营、沽名钓誉，维护自己的虚荣，掩饰自己的无知，这些等等的现象，就是所谓的无名。也因为如此，所以容易迷失了自己，失去了纯真的生活。人到底为什么要去讨好别人，去钻营，去沽名钓誉，且掩饰自己的缺点？理由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因为内心的不安所引起的。内心遇事不安，就欲对自己浓妆艳抹，包装自己，伪装自己，使自己认为是生活毫无意义可言，更认为生活是一种负担。内心不安的反应是自大、自我膨胀、炫耀自己、唯我独尊，这就是所谓智慧的残障者，结局必定是疯狂的。诱人的种种攀援与虚妄，也是内心不安所导引出来的现象，因无法接纳自己。执着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得非常的狭隘，眼光短视，见识浅陋。禅家所言，人必须将覆盖在真我之上的假面且撕下来，如此才不会被不安的烦心所牵服。但是一切的色相，净洗一切的无明，留下真正的一颗心，看入生命无限的月热。本频道已经有古的善书影片，让大家知道三毒的可怕。此本善书禅更教人落实修道之功夫，贪嗔痴三毒乃人轮回之根本，若去除就可脱离轮回。望大家可以求道，有天命之一贯天道，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，武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，或义赤拱恒堂的昊天紫寿灵修院，可脱离轮回，请同时也筑集弥勒净土，请联系义赤拱恒堂师兄姐。感谢普贤菩萨。贪嗔痴是人之三毒，其毒眼伸出无数种毒，迫害本性良心。望世人断毒向善，则回到佛国净土才有机会啊。天上是一家亲，菩萨不止在佛寺，也会在圣堂，希望佛道不可相争，要互相帮助。虚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，有许多善书可以注印，他们目前有建庙、点灯、元辰、健康、月老、福禄，请搜寻虚元堂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，希望大家可财布施护持庙堂之永续，多助印善书，光临虚元堂以受仙佛普照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